惠灵时间书写者圣约翰，他的创作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达芬奇。这幅作品是达芬奇的代表作之一，取材于圣经中的人物。画中圣约翰有着一张年轻的脸孔，他右手食指指向天空，与臂弯形成一个流畅的曲线，左手隐约可见拿着一个十字架，在黑暗的背景当中慢慢地浮现出来。这个要非常仔细看才可以看得到，左手是拿着一个木质的十字架的，光自然地洒在他的右半身，照亮了他的脸庞。这幅画虽然是传统题材，但达芬奇的描绘方式却非常独特。圣约翰脸上露出狡黠而神秘的微笑，在茫茫黑暗之中指引着方向。这幅画现在保存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。第199集，我们将继续欣赏达芬奇的《维特鲁威人》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